分局于下午约3:30的时候接获一处在花莲县新城乡嘉里四路这边有一处民宅发生火警。本局立即派遣5个单位，共16车、32人，到场抢救。辖区分队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1楼及2楼已全面燃烧，2楼有一名女性待救，立即下梯将女性，下梯后立即送往医院。那于一楼处里面有发现2位，一男一女的小孩跟一位大人，我们后续也迅速的将他拉出，但因为吸入性呛伤，所以我们去现场给予急救，他后送慈济医院。